Anuman kena tahu anak sahu kau mahu. Nau hanya pakai ni itu nua zoyo, 绘本的编辑呢，我们需要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资讯，所以我想请各个各位老师以及对这个部落的某个景点有很特殊的了解的，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分享，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这个资讯。好，谢谢。好，请。嗨。Itu aja ho, uni pisirian hananai, awai ho ko hati ni aja api salaman hananai, nah, uni nian sakacingan nuna niaro, ko pi pa uripan to siri no, uni to niaro aja atam jo itu aja ho.Saya karafat ku siri atau diitirah, saya kira ku mato asai, saka upi sirian mato asai. Nah, irah hewa ku bu ini ni sangat ai tu malu bisaramaan. Hai, nah, inwe这个地方大家都在开发游乐的地方，看到它可以做游乐，所以呢。现在都开发成为一个游乐的地方，那就这一个部落也里面也开始在做了是有一些些的乐鼓之类的产生，那很多游客因为有了三仙台这一块的这些游客之后呢，那部落就形成了一些些的娱乐之类的，所以你会可以到部落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可以听其阿美族的一些乐舞啊，这值得去看哦，值得去听啊，很多阿美族的这些歌啊，能听说一点啦，马阿老师鼓励你，我得让喏，给你我啊，没事阿美赛，对你很啊，你好啊，奶奶，阿爹老公我阿爸那不是练奶奶。Hai Arai, Li Lao Shi, to Hai Ni Nui Shu. Hai Arai, Hai, ini, Hai, mendingan aku kau, Ali Hai, aku kurap Siri Itira, saka Bisirian Hananai. Hai, Hai.Hai, ani ni hao, malu pisaraman tu ani ni kura sanxian tai hananai hai. Hai awai tu ani ni ku siri ikira hap nahan. Ukurung awai tu, kaya ca ni baorit tu ni u siri hananai. Nau dia hao, ulafong ku saosi tu siri, kenca ukurung. Cui, 当时就是为了要家里，不要为了生存。所以很多的这些农家除了牛之外，就是养了这些羊群。再说宜兰这一边哈，那耕田不是很多，所以为了要增加自己的这些资产，所以那边放羊又方便。当涨潮的时候，有这个。就不能通过，对，不能通过退潮的时候可能还可以过，在过去我记得小的时候，退潮的时候还可以过，现在可能是软化的关系吧，就不能再过了现在所以有一个因为观光的关系，所以有个天桥可以进出这个三仙台，所以三仙台可能就是所谓八仙过海。大家名称都弄得很多了是不是这名称嘛大家为了观光嘛，所以名称弄得那么多，过去是没有这个名称的是好好好来谢谢那个罗马山好你这个好搞过它既有的这个文化遗产有哪些它的文化遗产比如说这个饮食的部分酿酒啊，比腌肉啊，这样的一个
饮食的伦理有什么分别？他一定要好，他这里是很盛行打鱼了，海过不是亚南的呢。那么第二点呢，也要以这个以乌斯比，好，马拉都过拒绝这边的阿密斯会去打鱼，所以他们捞到的一大部分都是好像是炸弹鱼的样子。你可以到这个部落里面很多的阿纳杜，哦，对，你到这个部落现在还是有，对，阿纳杜这边好，哎，萨巴海麦古尼安，过去阿美族如果盖房子，因为究竟是没有太多的这些菜类嘛，可能盖个房子，很多的亲戚到家里去帮忙盖房子，那用什么去做食料呢？就会去买，有时候是买一桶这样子，大家中午就有东西可以吃，中午跟晚餐，用这个阿纳杜去做跟他卡一起吃嘛。过去，所以他们这边过去是打鱼是还蛮盛行的啦。哦，曼努邦萨，努荷兰古阿纳杜，哎。更多的内脏，不只是鱼头跟内脏哦，对，鱼头跟内脏哦，这个统称不知道要怎么对，因为我们可以在座的老师看有没有对这个阿纳杜的这个国语怎么称，怎么命名阿纳杜腌肉哦，腌制对。那个也不是哦，洗肉不洗肉，我跟你讲，洗肉我有很大的，腌肉是鱼肚啊，慢，鱼肚或是鱼蛋，我记得它好像是鱼蛋，所以呢，那个我们按了肚是我们有卤米豆，等下你把那个给它好，卤么什么，因为那好那么什么。我什么呢？你瓜饼，慢点啦，把我们吃掉。那个瓜没等下，给他那个马肉最主要是哈，因为他的身体是供给大家，不是卖出去的。那剩下的内脏跟头，丢掉也太可惜了，所以把它腌制起来。然后它有特殊的风味。腌起来以后，也许是因为它里面的一些血吧，它的血。然后腌制出来之后，它的味道跟别的鱼是不一样，是，所以有了第四味，然后再慢慢流传下来的。阿纳杜就专门就用这种鱼，别的鱼就不好吃。对。好，谢谢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讲解哈。如果在线上，各位朋友还有老师们，你要麻烦了，哎，好耶，拜年好干面，还萨克多罗好耶，在这个比西利亚哈有特殊的传统。听说是有音乐，还有彩绘的，还有这个雕刻，哦，据说呢，比西利亚的这个部落呢，他们有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专用的鼓。什么叫专用鼓？他们就是用那个要包盖上，包含，我们去捕鱼的时候那个浮筒哈，浮球哈，浮球，他们当着是一种鼓，成为音乐的一种打击的这个用具。所以我想说透过这样的线上我们一起来讨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实。还等一下给到我线上的朋友们还有老师们来麻烦来好。王老师有在线上吗？他们蛮有天分的，他们这个部落蛮有天分的，用这个浮球来作为他们鼓的打击用具。对，因为我有看过他们这个影片，据说也受到很国际这个有名的人也受到影响，然后这个有很关注，有心的人会到这个部落里面关注，太多的游客是。这个比西利亚这个
这个部落还是过去最有实力在照顾那边。我不给他，给他了好。那还有，我们来马尔代夫，你在我们这帮菜啥个？今天生意不干多些嘞，多啥个？我嘞，还有啥个？今天热，我尔代夫没到，你这帮菜。Atira ko dira. Hai anu awai hawe takut hantu tangga sa itini i. Saan iwan haw. Iwan. Anu iraku patatu urun nama hawa sasualan hawe. Ta ini hantu kami. Hai. Iwan. Saan iwan. Ye se wei ji zai zaga sienzai de iwan si. Iwan si su hai ko. Zaga liang an de di fang.海岸的公路旁边呢，也是一长公路，刚好是一长公路的，不断的一长公路的出口的右侧，嗯，也是成功往北，哈、嗯，对对，在差不多有15公里左右吧，到那个地点，然后到一万出口是在那个伊雷亚以领土。然后您补给他们好，然后你往右边往成功方向，往成功方向对吧？哎，你今天好给他，那个给他们哦，波龙的信息，你今天也话，我给等你来好耶，欢迎我三一万在那啊，平安安，努多阿些，没什么那个的，比平安安，它是命名由来哦，请大家来分享一下。不要吝啬哈、啊，哎，有没有在座的或者在线上的朋友们？嗨，先生，请咪哥先生，大家好，那卡拉夫那是安妮王阿姑。哎呀，哎呀，你卡拉夫在了。嗨，然后是安妮王还在个，我那个脑很闪。Saya hendak kuki tihi nama ku hal alat lagi sa ekong sa ekulalalan sa aniwan hendak nelayan. Kesal saya hendak kula mi di saya nak ku hal di saya hendak ku anu cila. Ufulu ya sa atau sakru ku kafana anu maku. Ufulu nala tanto ku. Kapi nang ku cila anu misu a Mei Lao Shi.哎，啊，没听到的呢，听到没听到的。哦，你看到了，就是传统服是黑色的，我听到一股服对人啦，传统服装很整齐哈。那身边的人啊，你人喊的来一又吐哈，原来一股每年的丰年祭好都有铺在网络上。哎，哎我。我努啥？讲啦，都是王权。哎，我哎，在搿个站头努个邻国，努花莲的都是往右转，一万的都是向左边跳。哎，我要拿了五年的，五年零阶层的啦，都嘛里个在场啦，都是很有那个马皮囊哎，很有秩序哦。我努，对对对，我努发那样姑娘啦，没啥个不带外国努发发样，都是男生为主。嗯，哎，嗯，我啦啦那只姑妈姑个发那安，我努安努决定爱古里个啥，我努都阿塞和古啦那啥呐，系，啦福瑞宁啦，哎。好，谢谢。麻烦来，谢谢美惠老师哈。因为你对于叫过去哈，也是有一些了解啊。你然后麻烦来呢，今天我们线上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哈。特别是他们的特殊的传统背景，以及他们的观光对我好像也有看过一次在那个。YouTube 上面哈，媒体现在相相报道，他们的特点就是哦，会在马路上，在马路上很
很整齐的这样的一个舞步，然后呢人又多，将近一两百个人过来等等等等，所以呢他们 每一年的丰年祭好，现在能够过来过来聊爱奶奶的来好，真的也是很值得学习的过聊爱奶奶。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他们那边有关于他们的这个比如说他们的这个特有的这个碎石记忆，还有丰年祭、海祭啊、河祭，他们没有河祭哈，就是有海祭而已哈。我们可以。哦，伊利西那在古那古努是安尼湾嘛，伊那乖努嘛过这几年哈。嗯。我外古海祭那啦。哦。海。李老师，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嗯，海祭。哎。我都海祭之类的，我对这个弯弯的地方哈，这个巴拿的不好，但是我对扎尼万这一边的迁徙，我稍微列述一下哈。嗯，那扎尼万这一边可能是从港口这一边迁徙，可能在比较大的迁徙部分，可能这边是最后一个地方了，然后再往南这一边跟比较少部分的。那至于有一个除了几个主要的氏族之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氏族叫德布尔。德布尔，什么叫德布尔？就是剩下唯一的一个氏族的意思，叫德布尔多。德布尔多没有了，当然你了。那这个我第一任的国家有你读啥你玩的怎么着，这个是那个老师去了、哦、他因为在港口事件这件事情里面有两个年轻人，就是当时在鸿门宴那件事情逃出了那两个年轻人的时候回到港口的部落，后来被部落里面的人唾弃、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跟你们一起过去，为什么剩下你们两个人？因为当时这个鸿门宴是、嗯、当满清末年是赶尽杀绝的了、嗯、哦，赶尽杀绝的，所以逃出了这两个、嗯、那这两个是不容易这个部落，所以他们也都就笨笨的就离开了这个部落，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后来他的后代才出现在这个部落里面，所以为什么会知道呢？这个德布兰的这个后代就讲出来了、嗯、我们是那两个留下来的这些两个人的后代，他就是德布兰、哦、德布兰，这是一个重点呢、啊、是我那个氏族叫德布兰，那是不是还留着？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撞到？嗯，好，谢谢李老师最后的分享啊。把多汉都你们的，然后哥麻烦爱好可以随时都提出来。啊，八一你好，哥哥。哎，王老师，哎，你好，爱好。今天啊，星期大吉丹啊，都卡普马普隆爱好。哎。Ya pasa anewan hanana anyaro saya ho ka ko ka taira tura anyaro itia ho bila kau ka ko tuwas mita siwa itu dia sa anewan hanana i ngapana ka ko tura tadat makan atam zau na anyaro si livok oteng hanana avaki王贵朝，哎，哎，给侬麻烦了，咱们去王贵朝啊。麻烦了，麻烦了。一点哦，马老啊，过去王贵朝去了咪？阿外多米诺盖多，达拉卡卡拉扬，吉瓦马安。嗯。哦，奥利尼拉好，伊蒂尼亚阿马苏沃特马托阿斯伊萨阿尼万，拉巴基。那莫特拜阿米扎安
mapiu cinira na mapiu mutpai to amesta azaza madah kula azazanya cicukur to di sarakarakat kula baki turaan maranya ko Mingyi Bosu no Taitung Dashi Uravaki Turaan I ayaw no Tusatu Mecha ko Pirario Nira Ani ni hao Mi Chulat Kakoto Chulat Nira Ira ini Oh, hai, hai Mahapinan kau? Hai, hai, mahapinan to Hai阿美族阿美族文学传文学集啦传文学阿诺米萨达罗隆给他读完了阿诺萨尼万号伊拉马族兰尼埃蒂尼那还以阿要诺三十多年了伊迪亚好四十多岁，古迪人尼拉米里塞多马托阿塞，马里登埃，都帕盖尼埃，都里基西，乌斯兰阿万，乌查齐奥，阿都阿玛安诺萨尼万，我们里塞尼阿坦达马拉古斯帕普罗阿塔坦达万，什么托阿塞好，八十多岁。哦，马萨娃娃爱五十岁，嗯，阿诺，阿西本等阿萨尼，阿外都蛮面子个，可阿外都咪诺开始过啦，亚米利塞尼啦，是啦，可，伊尼阿瓦基好，阿诺，米苏达吉他都，里基西诺萨尼万好，阿卡巴瓦能吉阿瓦基，是啦，可，阿诺伊拉可卡瓦纳阿那可都萨尼万。Nenengen aku makmin kina culat ya. Patu orang tu aku pak ini. Hai, arai. Arai. Arai, kusi. Hai, hai. Patu orang tu nakone. Hai. Nyahli mangalai kami ami pinang tunu kaku nyarok hau. Taka. Eh, patu orang tu nai pakai ni tini. Eh, eh, ni men sopin de tiga zilyao si Cheng Zai Pu San Hau Yi Changbin Siap Masya Siapu Hau 这个地方呢，因为他这里的部落的人呢，大部分都是我等个胡乱号，这个我们这里会更改为九刚案，哦，因为这边要改为90%，嗯，90%都是等个胡乱一个号，可能你们所编的资料可能是峡部哈，我们部落的北边，嗯，所以呢，这个要改为那个九刚案。不是九个九缸啊，九缸啊，九缸案，九坑，九坑，石坑，对，长光啊，现在叫称长光，长光，长光，现在叫长光，以前叫石坑，叫石坑，过去的石坑，石坑是旧有的名字了，但是阿密斯都叫九缸，九缸案，对，这个部落呢，现在称为长光哈，在台湾文献馆里面呢。社会文化的变迁发展记载这里的居民、啊、主要来自于这个大港口还有嘎拉拉还有奇美大约有四个氏族在这个地方有巴吉拉兰巴吉拉有沙利布八个氏族八个氏族对了对哦哦我们来祝你好哦这 我知道的只有四个氏族原来 还是有八个氏族，所以呢，相继有泰巴郎、修姑兰西一代、峨眉一代哈、后山，特别是我住在达古廖哈，达古廖那边的也是有迁徙到那个地方，有高寮的部落那么过号这个，据说都是在日治时代的时候迁居的了，所以你还别那个过阿弥登耶，九杠在那命名由来。请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讨论。那我有个九杠九杠九杠案，哎，今天案案的聊了，哎，
kaku ku pasual penilaian hau ai nahan u wawa muna nyaru kaku ai hai now pangangan hantu jo kangan guna nyaru saya wo xin ba ta shuo cheng wei zai yan hai yi dai wo men bu yao qi suan tai dong de ma lan hao na shi yi jing shi zhu hui qi le hao shi ai hao na yan hai yi dai zhe ge bu luo shi bi 最大的一个部落，哎呦，就刚刚他们那么多大我能回去了，哎，对，哎，那我就刚刚谈，这个就要谈到了那个港口三大事件，哦，就要谈到那港口三大事件，是是，哎，哦，那有电，啊。Matara ta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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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ma tengok hap hai hai pati anu hai hai ma rau rau au ko ni tengelai hai hai no u jiu gang an u gang an tu ni an a jiu shi you you lai ha jiu ya chen dao man qi mu ni na duan shi jian na jiu shi gang kou san da shi jian di yi pao da qi lai jiu shi zai jiu gang an gen xia bu de东边海边那边第一次打起来，所以我为什么我特别要提到这个九冈岸这些？但是九冈岸还没有住人，我们那时候还是啊，我以后不拉萨下不好，我马嘎道啊，达姆道有几户啊，怎样啦？哎，两三户。嗯，那呀，马罗埃多拉九冈岸喊的那上面有五户古马罗埃多拉，它的上面啊，有一个大菠萝，对吧？Bung cakap lah, itu lah kapur. Nanti lah, itu lah ia tu di Zawiya. Kau utarai di kiri mai tu kemurahan. Kau di sana pun cari cari kerja, kan ada di bang, wan tu yau, ah, daya kira, kira. Kau di sana di bin. J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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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u di sana Amis no kapal maruan no lah jokangan ini ni na bian yu ke da shi tou ke yu ke fong hao zui jiu zai na bian jiu zu zai na ge di fang hao zu zai na bian dan shi zui you liang jia na san jia bu jian le zu wa dou tao ming le la yin wei xiang yi xiang zhe me da sheng de pao dan de pao de qiang sheng le na躲在这里可能也不是个办法，是哪个呢？为生命安全。我呀，几也好，几家里当把右山，我妈的你来给你来多的了啊！老罗妈，你的啦，家里当把右山，我说完了啦，在郊外把完爱多的啊，去买。好。那么第二好，马路一古拉呀，拉卡宾，好，马路一把地过的时候带来一小美。哎，小美，打打鬼，都都都在关山里啦。哎不要说要搞吧，你阿呀，你阿马古达哎，因为我的九冈岸当下一周围这一块里面，都比阿鲁班鲁搞吧家伙。哦，外头古班尼罗埃提拉没有正式的部落家，完全是猎场，因为真正的大部落是在进步跟大港口这一边哦，所以那边完全是猎场。那有几户是有两户、三户这一块一块这样子，所以不是个很大的聚落。嗯，所以当时就因为这次事情之后呢，就他们躲在这个就古汉对，那个区名称叫城子古西，古赖亚嘎，他们塞鲁就刚刚拿哈鲁哦，就是那边哦，躲在那个石头那边，所以为什么叫九康家来好？那么第二个娃娃好，啊，我都给他挂兵了，嗯，撤退了，打输了，撤退以后呢，可是这两户的人家不敢出去啊，是，就躲在那个地方啊，哎，哦，然后呢，他们看到，哦，看到了这个住在这里的这些阿密斯，哎，后来那个马格道的人看到了，说，哎，多少了九康家的人，谁了？嗯，嘛通话都不了。马达到了，对啦，马同我伊都在抓起咯，九康家，都九康啊，对啦。那
后来因为这些人实在是很难生存的，来了对鲁多克，就搬到鲁多克，还有鲁多，还一路多古拉格那个那两部，这个时候你开始，这早后那时候还没有，因为还有俩第二次就是在进步的，不是就在张掖的东边，是那是第二次在打，哦，第二次打，满清那时候的部队也打输了，是马威奥努嘎巴呀呀。呀，阿米塞亚噶巴，哎，所以为什么叫港口三大事件，就是这个。好，然后到了第三次之后呢，就在进浦的东边，那时候就血流成河这个了。塞，那时候打得很激烈。那满清末年这一边哈，他因为很不重视这个东部，所以他不是派很多的兵员嘛，所以诺马路也是噶巴诺呀，诺帮子，就是这个道理。可是这个时候他集结了很多哦彪马，因为那时候为什么满清末年那一段时间彪马一直欺负阿弥陀不是三百年吗？对，他就请他们来击打，还加上他们自己人，还请了很多人，就人数就超过很多，所以在那边就打起来了。第三次，结果呢阿弥陀就打输了嘛。一打输之后，可是他想想这个阿弥陀怎么那么厉害呀、啊？是不是很厉害？所以呢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对不对？干脆呢，把这边的部落的年轻人把它集在一起，我们和好，我们不要再打这样子。然后就在进补学校的旁边就弄一个茅屋，哦，大家啊集在一起。结果没有用心呐、啊，哦，那个学校的旁边盖了一个茅草屋，它的四周它弄了一个壕锅，壕锅，然后弄得很深，然后加水山。用了顶那个锅，你看他们加水，还在飘六三那个，就我跟你讲嘛，就底下就放那个尖的刺竹子，竹子对，然后加水，然后他那个边进去里面的时候，就用那个用一个桥，桥，然后这个年轻人呢，就把部落里面的年轻人都请来，很和，跟他们是很和蔼的跟他们谈，我们在。大家来做一个怎么讲，就是大家来就是说不要再发生变化，对，就从前面进去。那个买酒是谁买？是叫部落的年轻人，然后跑到这个残兵去买酒，哦，然后就回来这边。我算一算，从残兵到进步大概14到15公里，哦，有这么远的距离。所以到这边到了晚上，大家就聚在一起，大家喝的正甜的时候呢，那这些满清末年的这些士兵就从窗户这边开始打，他就开始逃窜，这一窜，大家就开始往外面跑的，就有的被刺，大家都就满带塞地雷打了又滚对，因为你下去以后有尖刺嘛，也有的就是装傻了，因为有的先。在底下嘛，有的就是铺盖在上面就装死了，哦，装死没有淹到水就装死，到半夜两点三点说呢，他就看到没有声音了，他就爬起来，哎，一看还有朋友两个，就这样静悄悄回到部落里面。到了部落之后呢，可是部落的人知道啊，哦，知道这个消息是那边大家都怕，然后就回去之后，部落的人就开始就问他，哎，你们怎么会？回来，我们的孩子呢？不是跟你们一起的吗？是不是、啊？那开始在骂，是不是你们串通了他们，然后把我们的孩子都弄死了？所以这种骂，他们来讲也很怕，万一怪罪到我们，的时候就生命也不保。然后这两个年轻人就跑掉了，回来，再来耍了过，最后就是那个刚才就是阿尼万的后代，就是那两个逃窜出来的，就是叫德布尔，后来的氏族就是德布拉。那我现在讲到九干案这个，那这个时候呢，当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就开始逃窜了，进步的跟马古大爱的人呢，开始往南边逃窜，逃窜之后呢，就慢慢的，可是他们在逃窜不是那么简单啊。我听了我的亲戚啊，这些年纪大的人，从这个进步跟马古大爱跑到九干岸这边，有一个月的时间都在走。为什么？
半路上被拦截，就山上这边躲起来，慢慢走，慢慢走，就这样子，慢慢慢慢慢的进去，就累积累积累积，就跑到了山上这一边。所以那个名称还是叫九冈岸，山上那个到九冈岸，在九十几年前的时候，因为日本人为了要管理嘛，管理方便嘛，所以呢就把那边的跟统一了。只要是靠海边的，通通都赶到马路这边。在好像是1923年吗？还是1900多少年开了那一通路的时候，那时候三大事件没有路嘛，就是海边嘛。那到开通了这个路以后，就通通都赶到马路上这边。所以现在的九冈岸就是已经有94年、95年了，有历史了。对，那名称还是九冈岸。究竟那个石坑就是在这个部落的北边的一个河边河床那边，所以说这个石坑意思就是说当时人就是躲避在这个石坑里面，就是那第一他的命名是第一炮的时候就是那个名称就是这个由来的了，就是九冈岸是九冈岸的由来。好，谢谢。那九冈岸这边还有一个景观，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后面有一个叫金刚山。如果你不注意看的话，金刚大道不是吗？如果你不注意看，你是不会去注意看这个金刚山。你要很注意看，哎，的确是像一个星星的头，有眼睛，还有齿牙裂齿的嘴巴。齿牙裂齿。对对对，你注意看就有。那么很现在讲的这个金刚，也就是像那个星星的意思吗？对对，那个山这样子，对，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头，就是眼睛、鼻子、嘴巴都有。是是，所以那一条，它下面那一条路，那一条路就叫金刚大道嘛。金刚大道命名的。对对对，所以这个叫金刚大道。然后从石坑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10000年的这个石棺。10000年的石棺，都可以去看这个部落。然后这个部落有八个氏族，所以这个氏族大部分都是从港口跟这个进步里面逃窜到这里的。然后有些是陆系，然后从这个Gwit 跟有嘎拉拉这边，可能是从嘎拉拉到 Gwit， 然后再到长光这一边的也有，那所以撒尼万这边是先透过这个长光这边来分支，然后到撒尼万，很多都是这样子。这个由来还是真的是蛮有一些历史的这个对称哈，特别是他们在村落的这个祭祀，饮食方面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应该都是一样的哈，但是长光的席绕是很特殊的长光的席绕。做席绕必须要有一个两个步骤。做席绕第一次，人家说那个席绕手一腌叫，不是，他们席绕是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先用盐巴把细菌弄死，弄死之后呢，大概是20天到一个月，再把盐巴挥一挥就好了，然后第二次呢用什么？第二次就把这个汁用煮的。就把细菌啊什么东西煮好以后放凉，然后你再把这个酒呢放在里面，把它酒放在里面，然后你把那个猪肉你拿出来，猪肉再把它排好之后，再把你煮的这个再放进去，再放进去，那半年不能把它拿起来吃，而且拿的人必须要这个腌的人去拿。因为你的手艺不一样，是说不定会产生一些些的细菌，可能你的这个腌的会受到影响，会受到影响，所以长光的席绕是跟人家是不太一样的，它的步骤必须要在很严谨的方式去腌制，去腌制，所以。你就说那个腌出来的随便腌叫席绕，不是啦，那个席绕是有一定的这些步骤的那至于
你说用盐巴腌腌那个叫米吉拉汉而已啦，那简单的叫米吉拉汉，就一般我们说腌腌米就烤一烤那个叫米吉拉汉。哎，真正的学到不是老人不是这样弄的，然后那个刀子不是我们现在的刀子哦，因为会生锈嘛，就用那个弗洛亚建筑，那个建筑就摆在那个古刃的旁边，要拿了就拿那个，很利哦，嗯嗯。就是那个竹片呢、啊？对对对对，嗯、那个建筑，嗯，哦，都用那个，因为我也听说过这个部落的这个腌制的肉哦，特别好吃，我也听说过，对对对，不太咸，嗯，哦，就因为它最后就是它腌过了以后，就把细菌都弄好汁啊，什么弄好，又用再重新再那个、嗯。所以你刚刚讲到一个金刚山那个部分，嗯、也是一个观光景点吗？现在？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哦。也是用看的 哦，但是主要还是那个金刚大道，是主要还是金刚。可是有的人是，如果你没有这种艺术的概念，可能去那边是，这是什么东西啊？嗯，对，你必须要有这个。好，谢谢李老师哈。因为我们一个部落哈，我们是希望是在讨论在五分钟左右的那个时间哈。那我们 OK 把握一下，可以。好，我们下一位，下一个哈，猫公封滨这个地方，我发公号，发公记录的地方是依着这个海岸山脉哈，花莲封滨这个地方是圣山脚下的哈，所以呢，据说这里的这个族人呢，相传对腌制的文化也是很特别的，咱姑说那个来，对。它的文化是源远流长哈，特别是那个糯米酿啊，也是独门的。很好，改天我们也可以请，或者是现在汪老师有在线上的话，我们可以请汪老师啊，呈现一下猫公这个把公案的这个美食。说一下，好，那把公案的那家，哎，因为那个地方哦，啊，封滨，哎。东滨那边讲的，它的地理上面呢、啊，那个时候我问那个一个老人家，就说古巴古巴古安山那个植物哦，有一点像那个像什么花，那个叶子都厚厚的，一大片一大片，那种花的叶子啊，是，可是我。把地摩拉也讲像我们的部落的发供啊，你们是渐渐，这个地跟那个地的渐渐的，他们会种那个把供啊，然后我去找那个把供的那个植物表，就是那个厚厚的，我大概布拉眼里了，布拉植物啊，哦，布拉眼里了，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叫什么来啊呀？植物，所以那一大片，一大片都是很那个，不然也慢着，该给他弄发工安的那有，所以是猫公，啊，那多啊。那为什么又叫猫公？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请李老师，那个汪老师来分享一下哈，因为他是当地的这个，徐老也是对这里有特别的认知。我们请汪老师，我在线上吗？哎，伊尼嘎哥。哎，好，麻烦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来听听在猫公的这样的一个命名，你拉布巴盖莱多村落的文化的祭祀哦，都比。Sakiro， 酿酒的部分啊，还有特殊的这个观光圣地，你都可以一一的来分享一下，谢谢。哎，我那瓦工很难呢，安尼罗啊，瓦工是那一年呢在封滨村呐，过来瓦工啊，那那，封滨村很古，帮俺俺多啦，尼罗伊。在个瓦工啊，在古尼罗，然后古丁阿老，然后古巴拉洛库汉，然后古哈吉里万，
古地产的呢，乌拉古地产的呢，阿尼亚罗，第尼伊巴里亚兰古拉南，乌诺，卡里亚万戈巴兰阿尼亚罗古拉南，伊拉米阿尼尼山，扎图皮萨那皮萨卡里亚万托古伊特阿阿皮纳乌兰，马查查莫托图潘查萨。Upangca ko aluman na inubakon sa sanupangca sa tukia kariyawan. Iaya ho iraku sa kizaya ato itinay amis atanda o mavulao tayo ni ibakon. Anini sa to isatsoa ay atanda o mikadavo tayo ni ibakon sa aluman to ko isatsoa ay nyara ay atanda o.Hai, hai. Langangan na vakung hananai maswar to ihoni. Salinai to itia ho adi hai kia vakung hananai a rengus. Oh. Ai. Ira ho imatini. Cakka adi hai. Ira to i cakka adi hai to anini. Maka na hakia. Cakka kan kumatirai.Kirami u sapayu no cungyao sangku rumah asumahau kita upancah cai kakuman tu matirai masa tu u paparuman u marohana u nanenengen ano paruma itini salawat no no umah maru ngangan no umah kula bakung hananai arungus saka.Uwakong hangkura niyaro anini. I ayaho ilako chimting atani amikuan hao. Chintaw. Maukong hanania amivalit kungangan. Ay. Ayawakong hanania. Maukong hananira. Na tani toko ripun amikuan i mananang niya kura...Lilis no ni ano vakong irin tu lilis no liar. Bangsa anenengen azihai ku puting azihai ku cekil. Saan siya fong ping hampangangan. No sanulipunan ni yo hama saan. Ura changpin hakeno. Changpin na nulipunan ito apanganganan. Naga hama.Sangku kawanan aku cang, kaya aku lah lilis nuriar sa cangpin. Lilis. Mabana si licin sin sin sin. Matamato, sakira. Una bakong i saka timur ilakya takara wai arotok. Hai. Cirangasan han. Hai. Cobai to kongzi ku takara onira.Oh, oh itia hai o pikimas tu no mato asai. O larengawan o pito asan no pangcah sa tu larutok. Hai. O itia ho na manaw-naw chi sasara na mar kakaai. Itia ko arutok a pahisara kamira sa...Ura marakaka ai ramo satu chihuahua to aroma satu maliklun tu pia awa atau suna pasa amis, pasa timo, pasa tip ku rakat sa patenak tu ku terus nangra tangga satu itini i palilau, i posong, tini amis kalingku sangku kimas no mato asai.Wo nawakong hao o pangcak ko arumanay arumanay ora itinya ipang ipakong at binawalan hao aruman ko itiraay amat amatoas arumaan aruma sato yo sangfensi haoNani orawai tamzao marinah tayo ni Iwakong. Oraw. Oraw, hai. Oraw, hao. Saka, o chachiao no Wakong, matiato no syukuran si,
Numa ko acacia hau milia sai tutu nyaro watah kaharawin saka sai karsar saku ngiha numa ko nyalali-lali utu. Ay, ano, mi paravang san, tarai ora ukura, ora oto a mi paravang. Tia hau o vakong hau kavan anako a mato asai. I... Di samanina ay san pasa timur kurakat pasa makuta ay pasa cawe pasa ciukangan makrahay ato cusu changpin na changyen rumangku manina ay no masavakunga i sa timur mi paparavang ko itia ay ho amato asay. O bakong hananay hao. I sakawari ira kuria saka mibutingay ko orip no bakong. I kakahongay. Ano adihay kumibutingan i tirahan. Hao. Ano azihai ko tinai no buting i cilahan o anato hanyam ku ya matira neicang lah misa cilawan itia ho otah kavansis solina itu ku itia mata asai mapana mi cilah tu no riar buting rumah satu ura cekio hanana ano azihai i cilahan to Bangsis to a cilahan kuno liar a cikiu. Kumorotok satu i mi tatama ku itiai ho mi adop. Ku itiai ho mato asai. Ano ati hai ku mi adopan i ililin. San, sapanukai. Uluma satu ano pakara to norotokai a wavoy i sasirawin. Maswato ihoni ni Liching Sin Sin Si. O silaw no vakong hao. O tatavang si Sai o kaurahan no no lavang. Mateo o kabalong oyo. O silaw no vakong san. Ay. O ilisin no vakong hao. Irako ilisin. O kakitaan o tumok hananay o serar hananay irato. Icira i misa cepo ku vakong. Baca saya tu muru paru ai ira ku la misa cepo misa irisin sanai. Icira ho mi sabada hong turumai bawa papalio mi pasap ami saruma ku icira ho ano misa oma sanai mi pasap to ma papalio mi saoma. Ko itiay ho amato asay. Mahanay ko itiay demak sa ako. Ano, pakainin ipiking kyo no, no, miking kiway ha. Awa ay ko miking kiwan to no masavakungay. Uno, makutaay ko alihayay. Nauhan, ilakya baki, itiay ho chima, kaya nga nga siya si chimura. Ya vakitoran ha mafanami pakimasu o likisi o serangawan no pangtah saka maulah ko mikingkyo atara ami mitatengeng ngong miliso tura vaki saati hai ko mikingkyo anora makuta to makuta ai aku san saka hatua saka mitengeng ko di lao sa me ya wang lao shi ha 那个它这边有没有比较特殊的观光景点哦那些嗨啊那比例一下有那个八公号就是亚吉拉阿山啊那红冰香山啊是海口比萨拉马安那在一定的一支旗有海水异常啊海水异常啊都支旗有一个空中什么嘛的呀嘛的那好啦 跳伞的是吧？啊，金不知金不知之才来，伊拉家遐，啊喏，因为我斯蒂平，嗯，啊，斯蒂平也是观光地带，阿甘尼沙对伊修古兰溪口
也是观光地带，一点好呀，长虹桥。哎，我话我讲过一点嘛，把敌人都叫卡特朗埃啊，长虹桥很有名。啊，你呢？啥都嘛，沙巴罗海多，卡汉安埃都过来开下开，啥个？一八个呢？一八公号啊，厉害个景点，嘛带我石门洞，嘛带我月洞，啥呢？啊，厉害都过。Nanen nengen tu no bakung. Oh. Oh, pakai ni ilusai hau. Awakku sama anai alusai yesu. Anu ira-ira i macat tu. O panai, o kunga, o arirai. Awakku masa ma anai alusai. Anhan aku apa ini? Harai. Terima kasih, Pak. Terima kasih, Wang. Terima kasih, Pak. Terima kasih, Pak. Terima kasih, Pak.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先休息个十分钟，然后呢，七点，哎，八点十分，你把它放给大，哎，我们先去喝喝杯水，喝杯茶。哎，都过，都过，我们说，哎，你里头，放下个法罗爵士都帮俺俺多啦，夜动很难耐，我俺俺帮俺俺弄嘛到阿塞第二号多啦，我的愤怒呼啦是个咪。嗨，我的愤怒忽然怒夜动了哈，我做这个他都弄动啊，俺喏比他我绑架。夜景这样，怒夜动了哈，个什么？这样。怒夜动很好，还更多多。不，我等你来过好，多了。愤怒忽然。俺他弄个啥？我什么忽然？Tefun no volat. Ay, o tefun no volat han hao. Da o tefun no volat han. Ila ko patina ko ano mato asay. Ay. O kasanakan no volat. Hay si ka padengan, padengan no volat. Ma marno matia uliar. Ay. Marno kya tefun san.Others, hai bura-bura dan i marno. Others, pengangan saya buka pingan i nau ye tong han. Patut saya kata tama sama aku. Akno tu tu no holam ye tong san i. Saya tu kata tama. Ulihev ku sausi tu tong sana kisau. Saya. Ulihev masadi hev kia kia nenem.Ades, kesu pangangan mata saya dah cina nong kira utepun pula kan mata saya pertama kurira. Hai, now han utepun han, itira masalah ku nanom. Hai. Masalah ku nanom, itiai hoi itira ami miradom ku mata asai, itiai ho adi hai ku yamah kia pin pin hura.Oh, ada ada aku aku pinaduki. Ah, pinaduki hang. Aku tola Iranan. Maka itu aku. Oh, ira kiaci kacau hanana ya cawe atam jau. Nyai itu suki ya malah dino lindosi. Lindosi. Arau cina tola ye tong hanana i.Tepun nufulat kan ini? Ano, tepun nufulat hao. Bangsa hao kisuh? Mi... Sahian tunya mi kuan. Oh. Lalu pisalamaan. Hai. Ya, mi alat, mi ahi to... Pacakai tupaya. Ano, terai mi cumut alabang i... Papila ah. Hai, hai. Pangangahan, ye tong hanurani kacau waki.Yo, oh, dengar. Hantu no kaikuli ye tong hanira. Ano tuuleng kuno mato asai tevun no volat hankira. Yes. Ye zi quen hani. Hai. Masa aku. Ye liang de quen sui ma. Ye zi quen han. Ye tong san deng ya bongkang kia. Ma pawan tu nya kia nanum unanum kia.很特别的那一人啊，哎，跟朝地有关。月之泉很嘛大嘛，啥个歌？我比拉鲁曼诺就刚刚你，好保拉古拉，
o kapahno jugangan tai remiladum tu sapa ora. Hai, cuy, yo jugangan di pa ora kami hau tai. Oh, omong. 开始我们下一个阶段哈。好，刚刚我们讨论到封兵法共，那我们接着请你加入栏加入栏哈，加入栏安诺邦子号，他们是位于这个海岸山脉哦，比较北边的这个加入栏山岭哦。他们也是算是基旗，是不是？哦，有四个聚落，哦，有八旗、基旗，还有龟安、高山，哦，阿美族，还有萨基拉雅布农族，都是散居在那个地方，哦，但是阿美族是占居多。可是我想要请教一下，加鲁安的这个命名由来，我请问大家有谁知道加鲁安这个地方？我讲一下啦。好，那个。请啊，今日咱那个就一个高原男的啦，也感到，哎，就是朋友的老婆了。是，结果后来我问他的时候，他也没说不出来了。哎，后来我们去台中的时候去找他爸爸，问了高原男的，他说，因为那个地方哦，有一条河，不知道是哪一条河了，他说。到那每次到那个部落的时候啊，阿家爸爸呀，你都爱知道，是吧？就他，哎，就在那边洗头，而且他们的头都很黑的。哦，洗头。哎，就你如果你高路你师傅阿家呢，他说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河的两边哦，阿家妇女在那边洗头发，每到那边。每经过那边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妇女在那边洗头，嗯，所以他们就取名为加鲁鲁安。哦，我听那个的九户的老婆讲，他爸爸。哦，我是这样子。那我再请问一下，加鲁鲁安这个地方的命名是不是跟我们东海岸的南边的这个加鲁人是不是有？相同的，你看，我有看那个图哈，我有看那个图。我们北边，你北边就是阿美这边哈。西区那边吗？啊，西区那边也叫加鲁。加鲁，嗯，你是加鲁兰吗？台中这一带也有一个叫加鲁兰，它是不是一样的？这个关系等于干嘛呢？嗯，哎，我是比较。可是它的那个，迁徙的部落的那个大约都是从那个呢七角川这边来的。真的哎。这个我就交朋友问的。你看那个打比赛，还有加拉拉那边的，好，还有哎，没听到过其他哦。现在线上的朋友们，还有老师们哈，哦，你来搞完阿那么多，不跟你来进你加入了呢？加入案，还有有帮助好诶。希望大家来分享。刚刚。小白老师说，加鲁安是因为在洗头的意思，不送爱，你说的这个。哦，鲁布松安，哎哎，加鲁安，不送爱，加鲁安，你说的这个。那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他们的那个名称的命名是不是当时的那个？对，是不是他们是不是同一个部落迁徙到那边去的？不知道呢，这个我就对比较没有问到的。嗯，那时候我就针对那个。地名啊，为什么这样？嗯，然后因为好奇啊，为什么会鲁安南弄安南，他家一个把那个高卢安南的阿鲁山呢？嗯，啊，因为那个地方好像有一条溪哦，常常有女生在那边去，是吧？而且他们的头发都是乌溜溜的。可是那个东部这边的高卢安的。人也是，据说也是从噶拉这边来的，还有七角川这边来的，就是日据时代的时候被分歧。不知道，被分歧都有，就像那个因为那个作战的时候，特别等于什么介绍，我也不知道，我也好，
没有哈。哦，有在上，那个是不用去就上个地方啊，一、那个是水莲啊。啊，对对对，水莲、哎。对呀、啊。啊，都鹿野这边嘛，鹿野那边也有几个刷。是、啊。对。有的鹿野几个刷、嗯，还有一个就是。还没听那个过多，今天线上的我们的朋友们啊、如果你们对这个加入栏哦，加入栏啊，加入好耶，那来阿哥哥阿姐，给他把伊呢，把这信息你来给我按说，哦，麻烦了，麻烦了，哎呀，到呢。赵先生，可以看那个讯息，刚刚那个之前、哦、是因为有可以看得到哈，格鲁鲁案，格鲁鲁案哦，有的不清楚的话，很感谢苏贤老师哈，他、在这里有一些分享，我们可以透过网络哦，也很感谢哈、哦，感谢，因为从网络里面。可以知道加入案哈、哦、这个地方的这个一些史迹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个、我问一下，刚刚你说花莲那边的加入案叫做基奇，但台东那边的叫什么？他就是加入了，加入了，哎，哦，所以你们是在怀是？我是在想这两边是不是有关？是不是有关系？哦，基奇那边是有一个。什么海？什么沙滩嘛？嗯，对对对对对，没错。海水浴场，嗯，对，变成海水浴场。那我也叫做搞路乱了，我不知道那边为什么叫搞路乱。嗯，后来才有的。啊，之前我是在问那个台东这边的加路兰应该也是算从那个搞路乱那边的名字翻成。嗯，加入案，加入，所以那这边的加入案呢？具体这边，哎，具体的这边的是，嘛什么那个的帮忙啊？你来介绍对。什么哎？可是那个七七那边的人，大部分都是那个呢？南是阿美比较多。是，像那个扎克盖亚。哎。是南市的。南市的。新市。新市那个地区，还有那个七曲那边的，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一个朋友也是，就在那七曲。靠近新市。对啊，靠近。格马兰嘛，格马兰。嗯，哦，对，格马兰有可能，嗯，有可能，嗯，有可能跟格马兰。好，没关系，好，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不清楚的，我希望在透过苏贤老师这边有一些。资讯的话，随时都可以报出来哈。那我们继续往水莲为水莲 TVD 案。好，你来给我们麻烦来哦。水莲，相传是一个盆地哈，比较好是一个盆地，因为水莲很耐，所以呢，所以那个山丘都环抱在这个它的这个宽广的这个河谷盆地了，所以呢，这个所以是不是它这个水莲的影？命名是不是来自于这个？后来了，水莲。那也听说是这个地方水质，水地，水地好，连那个水沟啊，那个脚一下去的时候，水地就马上上来了，就有了。所以它的名字叫水莲案吗？对对对啊，水地啊，你们等我帮他说。还好，哎，哦，哎，那你那个麻烦哎，特别汪老师。有没有什么对这个吉维利案这个地方的一个认知？那个米沙尔李老师，我帮安顿了水莲。诺多阿斯，哎，我要跟我去王老师过孟个代，是吧？哎，好。哎，好。好，请王老师。几位的案还有水莲呐、啊？哎，哦，那多少我搞过带来几位的案没啥了嘛？其他咪那有几位的案还，伊拉都过，所以后呢，阿弟海古拉位的
turut-turutukan i umah-umahan sanai sa ciwilian hangku pangangan tula suilin itiaho umato asai mi pakanya i bataan pakanya i amis pakanya i sofong avinauran teratu ya haian ma ya rutuk ando kami ya rutuk hao ikilakilangan ali haiku widi ikabikabit itireng sa uciwilian ano matuasay apangangan kula ciwidian masama na kula ciwidian away ko kabanaan ako ilaki ay tiray masubot matuas siyao chang chi biway sayun hananay chi bilaywang ilako mitulada nila kirami sa katama ako kaya mitilida nila ano ira hao mahapinang to sa ako lilaywang ya siyao chang lilaywang itiya ho o amin tu tifu ano pang tsaha pangangan kirami nami tuli ito ko sa kizaya hao pinsan ito minju ko sa kizaya milias tutu pang tsaha saki saya kaku satu kiaci si lilewang saka saya kupangcah cinera itu yang saya kupangcah kaku sanauhan cawak pinangku itu yang hoto pangcah atau saki saya sana atam jawa saka lapu soal ni lilewang itu yang no aru mangku posu no pangcah awak kuno rumah vinacadan san ira ku laura nila nohan ada hai ku aru mangku posu no pangcai ada hai ku mikanan abuting no mama atau ina sa pancal ko misubutan awawa si tangar sangko suani bilewang siyao chang na mituli ito ko la sakizaya i itiato kita mavana nang hansa tu wawa no sakizaya kia malapusu ay hansa ya pakungku ni bilewang asingsi umahan itu mati ya sebab aku ami hapin nang nahan awak kapan anakku tu selin mi tatap siu tu aku ami nukai awak kapan anakku so wo tu itu ke sekidaya ho ni si yo yang tu wo kan si na ke xin xi ho sekidaya si战争的勇士他们对当前的这个日据时代还有在清兵的时候他们对抗这些清兵的时候是很蛮有一些能力的、啊、所以他们会逃窜到阿美族的这个部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所以那水莲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文化的祭祀我想请教一下老师我刚才都因为刚刚有讲到这边水莲是给大家是比较多还是那是后来在日记时代的时候因为不听话嘛池上这一边的齁。七角川事件。对。哦。就是。他们就是相关联的。这一地方那外这边等于就说是啊巴达拉的三个地方嘛。有巴达拉那不好其实都路嘛一个我吉维迪安一个是我要 Kiko。一个是新看到好有肉的吧带来你啦这个是爱这边应该是算是一个主要的部落了、yeah, 好七角川事件嘛就分发到这三个地方但安德少林嫩古比亚古跟外面在雪林这边接触的是我阿密斯给啦我是阿亚外马洛大概是在
荷兰时期那段时间呢、啊嗯。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一点呢？过去在跟是筹部那一段时间哈，可能就有跟台湾跟大陆有关系的时候，就是筹部那段时间。后来、哦、后来是嘛阿法塞尊诺，像努力布恩古比以印度尼亚筹部啊，跟一个这个南洋这一边的啦，后来变成大陆这边就变成酒的啦，那个酒就有关系，都所以在荷兰的一段时间就跟阿美族有关系，所以我从这边就可以知道了，当时水利这边就是阿美族，哦，哎，部分都大部分都是阿美族，对对对。那所以这个萨基赖就是那一段时间嘛，那还要都马分发到这个三个地方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才有萨基赖啊，一直到现在，所以最先的一段时间是阿美族，对吧？在伊拉古啊，少多都酒店啊，那，所以酒店是嘛，还阿玛德纳，我呀，因为马里再到过几下去讲英雄，伊拉古酒店觉得伊发展哦有，你看这个蛮久的一个氏族，对呀、啊，所以蛮久的一个氏族，所以那时候也就是说那时候因为丝绸的关系哦，因为贸易上的变动以后呢，跟大陆没有来往之后呢，哎，他们就用酒，那个酒呢开始就传到了部落，哎，等一下，酒店那时候就跟阿美族的部落就有关系，阿美族的部落有关系，就是那一段时间，所以他就谈到了阿美族有生意上的来往，原来，所以那时候你啊呀。你按啊，还要啊，三个人还能一起来，或是一起是带钱，不听话，最后发到那边去。对，所以我知道的就是这些。哎，等等，所以甚至于他的氏族的扩张，也就是那一段时间，后来听说是因为跟荷兰人可能也是族谱关系的不愉快、啊、就跟我大港口那段时间跟满清末年那段时间一样的翻版了、啊。哎，反是。产生了纠纷，最终也是逃窜。就是这些历史文化哦，还是要追溯到过去。对，真是要对阿美族整理出来的是还有很多。对，阿美族为什么跟贵姓？阿美族就是是蛮不幸的一个种族啊，就是时常就是因为跟这个大的国家啊产生了纠纷之后就开始逃。可是问题是，阿美族的部落里面，就部落跟聚落跟聚落之间好像没有一个统合的有能力的人，没办法说做一个有这个权力上的大家互相去整合，没有嘛？是，就是大家说各自为政，对，就是各自为政，觉得有问题。所以我们阿美族也并不是很弱，对，就没办法合在一起，是，对。好的，谢谢。好，我们紧接着下一个部落哈，加里湾，加里湾这个部落在现在的这个机场临近哈，在机场加里湾呢，哦，加里湾是加里湾，在阿美族的领域里面呢，在从清朝来统治的势力啊，深入的了解到这个汉人民族。侵略这个阿美族是很特别的，他在占领，因为就刚刚李老师讲的一样，我们阿美族哈是想要跟其他的族群好好的来做一个这个一套那个领域上的这样的一个界限的时候呢，但是因为我们应该说是我们的武器不够啊什么的哈，所以以至于被占领。这个时代呢，所以。我们一次一次的在抗争的时候呢，遭受到逼迫，以致扩散到很多的部落去，逃窜到很多的地方啊，跑到山谷啊，跑到河边、海边，还来过曼谷嘛，这个嘛迁徙哈，马胡拉，马胡拉还马胡拉，这个
kasihnya adan kun minta itia hewa matu asai bitingin hukaku masa man lai kerap karyawan hanana pengangan nu piming ming nu matu asai iti ya hu sakaku amit tingin kita nan u au xuan shang de pengyou men hayou lao shi men au qing au fen xiang ye bao guo ta men de zhe ge xi shu chuan tong de xi shu Ira hau kuma fan ai mungku karyawan mungku ra karyawan sanai no ura ni pangca si si ke ni ni ga yo han yo yo tu zai wo de li jie shi zhe yang la ba karyawan yi qian na ge xian na ge na jiao shen那那那，这个这里不同族群的阿弥斯。哦，也把，那个，对对，这里阿弥斯，阿弥萨基拉呀，阿萨基拉呀，萨基拉呀，跟那个以前哦，我们都叫他们格里瓦那那那，他们的我们称他们。是后来的话，还有那个萨基拉呀，还有嘛，那我们都通称他们是达廖万。哎，对对对对对，像是这样子。所以呢，那个地方是在哪里我不知道。我每次我听到达廖万，哎，是那种萨基拉呀的。原来他们是达廖萨基拉呀的名字。我们称他们做那个达廖万。嗯。对呀、啊。对。我是在可以讲，就是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以前叫他们都是格里万，然后现在的那个地名是不是他们以前住过的地方，所以叫格里万。我的推想啦，是我以前是听过格里万，格里万很有名的称呼的人呢，可是不知道，因为他们现在被有名字了，有名字了，所以他们就叫格里亚，是格里亚还是格马兰？哦，格里湾才来，第二是格马兰哈，跟他们好像也是有相似的，格里湾很难统称的。都分不出来的时候，早期还没有分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分出来，我们都通称他们是，要不然的话，北博啊，哎哎，哦对，平埔族，要不然就格里湾，哎，以前我们是这样子对，这么都没讲，那，对，以前是叫等乱。以前把他们当成是党人夫人，要不然是噶里亚万，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称呼的。然后以至于现在他们才有像格马兰，出来格马兰嘛，还有萨基拉呀，以前我们都叫他们噶里亚万是对了，没有错。那个王秋英，他的老师。哎，王老师，哎，让你那格马兰说都噶里亚万啊，你要说好耶。拜你好，其实真是你让咱都把那弄没收。呀，格里湾哈有两个意义了，有俺那诺尼罗亚米斯，我罗马萨托呀格里湾哈那有俺那诺维纳萨丹，哦，萨乌格里湾哈尼塔加加嘛耶。Kabaran anini, kabaran kami san, ukaryawan hanu mita upang cah. Ukabanan aku hao, tula karyawan si utiming. Tia hao, o sakizaya ato karyawan nanu ihirangai ma vurao.Giran, hai girangai ma vurao.就是亚卡瓦兰，伊提拉马罗，哦，拉古皮金丘伊提好马亚诺里本，马萨马萨诺里本山，马马帕当库卡里亚万阿图亚萨基扎亚伊提好乌邦扎古拉萨基扎亚，马帕当阿米。Malaru utu lipun san. Kirami mapilah kula karyawan atau pangcah sama nyeraliu tu
Tara cacua san. Saya wia ini an isin saya hau. Nanu ikirai ikaryawan mavurau. Rumah satu alu mangku ya ikirai ikaryawan akaryawan kavalan hau. Tara cacua to amiraliu. Ira itini holding. Fungrin niyo. Ira yen liao. Kira mi hal cet kahapina ini sanu Taiwan sanu pangca satu awak tu ke awak mabukir tu aca cia tu no kavalan sanira mahang ko kavan aku awak kavan aku tu lah tu karyawan yo cari cari wan zi zi jian na inya na rau rau hau kakingki untu sarako Anak aku api ni, pak ini awak ku kawan anak ku. Harai. Hai, mesti tengok aku hawa. Ira ku kawan anak untuk perkara itu. Untuk wili sinara. Mertalai hau kita nanggu. Yuk perkara awak atam tau. Sari kakak. Yuk kan ku. Cari wan cipin da cek. Wunhua. Ji. Yuk sama. Kan jen. Yuk sama kan jen. Oh, cik pen siang. 有没有人在做的？有没有对那边的这个？啊，另外还有，我们继续啊，下面还有十个，所以我们要尽快哈。好，哦，继续东河这边的这个多兰号，多兰，多兰，隶属。阿美族的部落嘛，哦，也是跟卑南族也是有相关的，哦，所以他们在最早期呢，也是在跟资本海滨的这个美和一带都是有相关联的。所以卑南族呢，跟阿美族有一些纷争了，也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所以我想听听各位有什么对这个阿多兰的。它东河是台东的，东部，那个都兰那个位置哦，我找过那个谁，高秋兰呐，哎，问他说很多都兰，一定要都兰啊，都兰是都兰吗？对呀，对呀，啊，就一定要那里那里，不知道有没有百年以前呢？他说那个海水哦，把那个很大的石头家。都给它冲上岸来呀、啊，然后布拉巴里那海的啦，他们是安达那，就弄成一块一块一块的小块的，然后一点乌毛毛汉家，然后看到石头又给它切块，阿多兰尼拉，就给它叠成一块一块的田地了。哦，所以有的时候我查的比你那多鲁马家。阿多兰尼拉，对，然后那个地方就用石头给它切，给它捏肚嘛，然后弄起来之后呢，后来这个名称变成国语以后叫都兰，哦，是这样子，可是那个阿多是堆石头的意思，对，捏肚了，切石头啊，给它石头堆起来，然后堆起来叠成土嘛。都成墙嘛，啊，做的是这个动作嘛，所以后来那个民国以后好像很多是做那个多啦啦啦啦多，哎呀，阿多兰呐，阿多兰呐，你阿多兰你阿多来，哎，切石头啦，切石，他说那个地方以前都是巨石啊，所以那个老人家是用那个什么。金属哦，慢慢敲一块一块的叠起来，这样切成一个，后来变成那个村庄。对，他们有那个什么巨石文化啊，有巨石文化。对啊，我有问过了哦，为什么会变成杜兰？哦，杜兰哦，阿杜兰应该叫阿杜兰，阿杜兰，不然用古语叫阿杜兰，就叫国语叫都兰，就是叫阿杜兰哦。那为什么会阿杜？可能就是跟风有关系了。
那边不是有个杜兰山吗？它有个洛山峰嘛。哦。到了某一个季节，就风特别大，所以呢，很多的作物跟人居住可能会受到这个风的影响，所以它就在一个田里面都会把这些石头，因为你的田也必须要弄干净，石头这边一定要弄得干净，然后把它石头往那里丢呢，把它堆砌起来，堆砌起来，顺便是挡风，家里也是一样挡这个风，这样居住起来也会舒服一点，然后植物呢也不会受到伤害，所以他们会把这些东西堆砌起来之后呢，他们就可以住得安心，东西也可以有的吃了。所以他们主要是在这里，我问过他们为什么叫独烂，那就是因为把它堆砌成为一个城墙，城墙不至于了，城墙对围墙，对围墙。你看，像我们桃园，你看就是那个桃园这边，尤其是我们芦竹这边，为什么叫芦竹？就是那个芦竹细细的芦苇竹，不是竹子哦。就在田的一边，田埂那边种起来就是挡风嘛。哦，那独烂就是用这个，它的意义是这样子。对，哦，让你的作物可以可以不受到寒害嘛。是，而且那边又是一个跟马兰这边那边的风这样吹下去，又是洛桑风这一类的很强劲的风，就挡住。他们意思是在这里。哦，对。我有一个不解的地方，为什么卑南族跟阿美族一直是在处在一个不合群的一个民族，然后为什么会有因为这样的时候，然后被迫阿美族又分散的很多的这个部落，这个是我想要了解的。据我所知道的是因为从清朝开始的话就委托，就有一点拜托这个被男主来管理台湾的严度，可是人群人 不多于我们阿美族，一直到我们那个部落那边到池上那边都是被男主管理的、啊，哎呀，他们要收税呀、啊，是雇农台湾也是，对啊、哦，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不没办法，他们是拿那个新政府的薪水。来管理我，所以有不共戴天的这个仇恨，大概就是这样而已。你看，我上一次不是讲个故事吗？对，达拉这边为什么就是跟那个两个青年，为什么要诱他们到这个达拉这边，就用陷阱把他们弄死？啊，对对对，就是彪骂嘛。哎，听到他们会不会生气呀、啊？OK， 我们跳过哈，因为我写了一个翻译那个一个故事之后，也是有关于这个卑南族的哈，还有那个泰巴朗这边哦，泰巴朗这边也有说过哦，对，他们就是跟那个卑南就是为了这个小姐，没错，然后就为了这两个哦要出征的时候。然后艾巴朗就请了这个迪维德年轻人一起去领证，那那个那边的马绍也是很对很强，所以那个艾巴朗跟那迪维德是非常接近的，所以丰年祭的时候会有米加洛，这两个部落会米加洛，所以至于现在艾巴朗这边有利米加洛传讯息，对，所以现在那个艾巴朗这边有利一个。那个纪念碑嘛，有啊，我们有去过。有关于他们征战的这个，可是他们的话有没有用，我就不知道。他们很会讲我们的话呢。对呀、啊，可是台湾就不太一样啊，地位是差不多啊。哎，这两个就是在一起、啊。那比萨利卡夫尼号啊，还有今天说啊，萨利卡加号，还有那方面，过去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啊，所以我们天天模仿啊。也可以增加我们一点有关于卑南族跟阿美族的这个关系、如何。好，紧接着啊，伊尼好哥，爸爸伊尼那个
哎呀，以后你爹干了完还能奈好？哎，我拉拉我拉，说那么个，马拉拉伊斯图里本山，在马拉拉伊斯图清兵了，在库里本好，伊安萨鲁芬。Aturan san, ini ni alumni as, ilakia lunen, tijen na, lunen hanunya, aturan hanu pasiamat pasatimo timur, ay, no aturan sa kaku, tau sinjai sampu cilai, sa masalah tu ihoniku tulan, ni aturu tu vikroh, ila tu kia lunen i Berapa? Rutukia aturan atur. Menaiku pihirat dengan aku mana hakia aturan san. Kenju mereka tahu. Ya, ya cuci, ya atur hanana. Ani mak, ukintur hanunya, ya metera awal, kintur hanunya. Rumah satu ya pakainya ya penan hau. Saya ke alumangku piuma kira mimi hia tu misam sam tu pangcah nah han itia hao hao cingcau mapatileng no cingcau ku piuma ala penang wang mami kuan tu itia iposong vinauran sa makuan ku pangcah itu ya, oh cak rumah-rumah ku piuma hau, rumah ma mana kia, hencanghan ku piuma, sa u kita san upang cahau, cai ka matia u piuma, cai ka matia u yuatan atau u taruku ku pangcah, anjaku ku hengun sun ku pangcah umma sam-sama no rumah avina cadlan ku pangcah saya ko sa nian pe nang wang hao u takilimen ta mikalkal nao maha ang ku piuma ami sa sam-sam tu pangcah pakai ni ay kula tapangan saya ko ay hanan ako apa ini Hai hai, terima kasih. Saya kira kau pulau, nona tu nang wang pulau. Oh, jadi, saya tahu, Penang tu, mereka makan ayam mi timah tu tamlang sana ni. Mi timah itu tamlang, tu sia ku, tu sia ku. Tahu sia ku. Ni ada, macam, kita Tosai, mereka tu, mereka tu, mereka tu, Lusai nara hang, anan, tidak ni. 你来地，还能没得？你来地，没地嘛，是吧？哎，司法了。啊，对，现在，像我舅舅啊，他是马拉松选手，整个台东县他拿过冠军嘛，马拉松42公里。结果有一次在那个台东体育场的时候，一个现役的，结果他明明是有跑，在前面快到终点，快到体育场的时候，看到的人都还在第一哦，快到第一场进去的时候讲，我输了就那样。啊，伊那个，后来我舅舅说伊那个你输牌打过那个就那个屏东的那个什么猪啊，琉璃珠啊，黄黄的叫咩呀？张龙，妈的，另外张哎，就是那不是有中吗？不是，我是说那个琉璃珠啊。哦。不是他那个样子，有那个，对，冰冻的那个，我说他喷出来的哦，那个妇女啊，高山还是什么不知道，他就在那个两道啊，我就说他，
你说八哎，八你那个他奶奶你那啥，啊，结果我就第二名了，哈哈哈哈哈，么子个哎，啊，对，么巴拉夫，啊，么提马，真的有哎，我讲到这两个，哦，米拉蒂亚跟米提马。米拉蒂亚跟马蒂玛，马蒂玛应该米拉蒂亚是应该是主动的吧？马拉蒂亚是应该是马拉蒂亚是马拉蒂亚对对不是是这样，你说这个有神力的这个人，可能那边他有一个场，嗯，如果你进入这个地方是马拉蒂亚，说或是他的攻击你摸到了马拉蒂亚，你说米蒂玛是去主动的去攻击你，可能是这样，对。可能是这样，所以那个跟男主人就是那一串的珠，哎，好像有种嘛。但是我太太不是那个吗？那第五种的植物做那个对对，就那个珠，它的名字叫什么？对啊，对，对对对，哦，那种串起来，然后用槟榔，哦，槟榔。哦，用槟榔，然后弄在一起，然后他就做法术。是，对，他说我要攻击哪一位，那种人他就会用酒去喷。哎，就马马拉加当家马蒂玛，马蒂玛，马蒂玛攻击马蒂玛多。那马拉加是因为你设了一个设陷阱了。哦，你过去了。哦，你不相信你就过去就。马拉蒂玛，马蒂玛多，哎，马蒂玛多，这个名字，对，没有，马拉蒂是刚刚比较对，是被动，因为他已经设好一个陷阱，一个陷阱，然后全部是他们那个马拉蒂玛，蒂玛是主动攻击，好，还有嘛，到这个，时间都没到好诶。好了，还能够给到今天线上的老师们还有朋友们，哦，下个礼拜呢，我们继续后面的九个部落，那来给他啊，那个很丰富的资讯，可以在线上我们好好的来讨论、来分享。好、啊、的了，谢谢，好嘞，啊，祝大家平安，好嘞，嗨，好，可以下线了哈。